Hello，大家好，我是玉雕师张仲尧。我们这一期呢，给大家分享一块来料定制的金丝玉。这个材料呢，颜色黄艳，肉质细腻。起初呢，我是给它设计了一个像神的手把件。因为这个材料呢，特别适合做一个像神的开脸。然后我跟这位粉丝沟通了一下，他不是很喜欢像神。让我再给他出一个方案，于是呢，我又给他设计了一件如意金蝉，他还是比较满意。那我们话不多说，准备开工。这件金丝玉的一鸣惊人已经做好了现在已经是抛光好了，起货效果也不错油性比较强。这件作品呢，工期是比较长，因为中间呢出了点小插曲因为我们之前设计的是像神嘛中间呢也是改了一下方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手中这块金丝玉的一鸣惊人，质地油润、温润、柔和，刻画细致，线条流畅。雕刻时主要以金蝉、竹节为主，蝉在土中苦修10余载，蜕变后而羽化，攀高枝而后鸣。引朝露，待日晞，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竹节的寓意为竹抱平安，节节高升。整个手把件为巧雕，用整块料子最出彩的部分雕琢金蝉，以淡色的部分雕琢竹节。金蝉雕刻样式写实，翅膀纹理细致。整件作品设计雕琢简洁流畅，充分显现出金丝玉的玉质之美。这件金丝玉的一鸣惊人，不仅代表着这位父亲对女儿未来美好的期望，也蕴藏着这位父亲沉重而又细致的父爱。最后，我也附上一首打油诗，赠予这位粉丝的女儿。
禅宗褪去一身旧，繁华且记今朝辞。那么这块金丝玉的一鸣惊人已经给大家看过了，也是让这位粉丝等了好久。这个料子呢是粉丝给我们寄过来的，今年他的女儿呢也是要准备高考，所以呢指定了这件一鸣惊人。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这位粉丝的女儿能够金榜题名，节节高升。最后呢也感谢这位粉丝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我是玉雕师张仲尧，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我们下一期再见。